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应接两年南投县文化慈善协会以粮为主题，在文化局举办联展，包括各会员收藏或者是创作的作品，并进行新册发表会，记录不同款领域的作者在艺文方面推动的成果。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前往参观。展览室当中300多件的作品，不管是收藏的还是讲创作的作品，配合着两年来进行展出。南投县文化慈善协会会员认证，参会进行是一年比一年踊跃。我相信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，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展品，甚至也会让有一些东西是你一辈子都没看过的，而且它年代历经1000多年，希望民众，有空的话可以来我们文化局来参观。那竟然也有非常老的瓷器，是斗彩的瓷器。这种斗彩的瓷器是非常难得的。南投县文化慈善协会每年都有主题展出，尤其是两个多样形成历史悠久，在这边的展出相当多元。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，当然这个文化一直延续到台湾来，表示我们是不忘本的。而龙的文化非常之早，早在6000-7000年前，荷兰的土地就有所谓的龙的说。为了讲留下着珍贵文化资产，协会更是努力来筹措经费，来发表着第二期的新册，邀请13位专家学者做来参与完成。你发表我先做，要做出真正正，先做先做实开啦。啊，这嘛是外面的，然后有这个机会，当地内底发表一本文章，但是我写的吼，嘛是跟咱家己有关的。总共130多页，比第一期还多。我相信，我们协会反走过必留下痕迹，我们希望对会员、对文化界、对社会要有一个交代。这项在文化局展出的展览将展出到10月11日，对各位有兴趣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。记者林雨欣采报道。